除了台上的演员以外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在幕后照例才能够有这样的成绩。所以我现在先介绍一下工作人员，我们的董事长是姚黄女士，副董事长是刘念香，社长是朱怡红，导演丁玉玺，执行导演卢文文，总策划是王振华，我是主持人陈萌生，司牧是李定远，舞台灯光音效是林爱珍、刘念香，投影灯效是王穰秋，舞台布景道具制作是刘念香、张荣明，前台主任卢瑞平，前台接待是肖瑞珍、潘玲荣、董一鸣及夏小云，后台主任服装道具卢文文，化妆是姚黄，发型设计是美丽人生发廊，票务由许翠兰、沈彤、朱怡红跟马希平担任，摄影饶世勇，录影王阳，节目单海报设计是王立文，还有戏剧指导是王建华。现在我们请演员为大家谢幕。台下的观众们，你们大家都知道谁的副市长最大，是不是台中市的胡志强市长最大？哇，那不算比你啊，我看我们钱主任是最大。为什么？钱主任，你听这姓啊，钱主任啊。谢谢。在这三人之中，我是个小三儿。 OK， 谢谢。相亲相爱，不要再闹别扭了啊！谢谢。哎呀，家庭成分不好，我连个老婆都找不到。哎，老婆，我们在哪认识的？哎呀，就像我那个台词一样啊，咱们是在美国认识的，参加话剧社演话剧认识的。哦，我演你老婆演过好几回了。哎呀，好，下次在这里没问题啊。谢谢。小玉。哎，金山，你怎么在干什么啊？哎呀，那
那个田翠玉，她下辈子要嫁给夏沿海，我得去拦她。你敢？庆祝中华民国100岁的诞辰，这次演出有许多需要感谢的个人和团体。首先是建国百年华府侨学界庆祝活动委员会，如果没有他们全力的支持，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演出。除此之外，华侨文教中心、光启中文学校、华府台湾同乡联谊会也提供了许多不可或缺的支援。在这里，我要特别感谢编剧张明玉女士，免费提供她的大作，也是这次演出的剧本。王振华先生及北卡贾小婷女士居中大力的撮合。然后我还要特别感谢舞台设计及音效刘念香先生，替我们制作美丽的花轿。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艺术指导王建华先生，给我们许多无价的指导和修正，还有我们的执行导演卢文文，和我们导演丁玉喜先生，80高龄还不辞辛劳指导我们排演。我还要感谢所有演员及工作人员，在过去6个月中辛苦的排练，不但没有酬劳，而且还自掏腰包制装和提供大小道具，更要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和鼓励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许多值得一提的朋友们，包括我的幼稚园同学专门从纽约赶过来捧场，在此无法一一言谢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演出，继续给华府话剧社您的关爱和鼓励，谢谢各位。非常欢迎各位的观赏，祝您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，谢谢大家。高楼遍地，霓虹深处，舞动在人群和拘束，拉着我不要飘走，我在你背后挡过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
要拥有你，他在我心窝，我往后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保护你一路多伤痛，我往后你是我的花朵，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，我往后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，管你是长满多少困惑，我绝对不会对爱你放手，你是我所有快乐源头，我和你将会到达那开心的人，我往后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，我往后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保护你一路走长痛，我往后你是我的花朵，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，我往后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。